来看看这一对吧，各位请看。我跟他好了有6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有4年的时间都是处于异地恋。他是我的初恋，我特别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了我，背着我和别的女人玩暧昧，而我呢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原谅了他。后来我们结束异地恋，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你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到底是几次呢？既然无法原谅，为什么今天又走进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帅25岁，来自湖南，婚礼主持；女嘉宾小秦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他们手上依然提着那只密码箱，密码箱里装的是他们彼此并不了解的一个秘密。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这个秘密吗？愿意。我愿意。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一共是几次？我知道的就已经有4次了，不知道的我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次。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来的目的，我就是想让他不要再纠缠我了。我觉得我们不再可能了，因为他背叛了我那么多次，我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他。你前面不是都原谅我了吗？我前面原谅你了，我应该原谅你吗？来来来，咱们一次一次的说好吧。第一次在什么时候，姑娘？我们是高中同学，我成绩不是很好，他成绩挺好的。他每天都带我学习，然后那个时候我对他挺有好感。毕了业之后，我们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我那个时候觉得异地恋不容易，但是我愿意相信他。但是他却在大一的时候他就背叛了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那个时候，我每天都一个人，我生病的时候你不在，我每天都给你发那么多信息，你回了吗？你跟别的女人在那边干嘛？等于这个高中毕业以后，你们俩不在同一个地方读大学是吧？对。他在哪？武汉，然后我在山西。哎呦，那是真够远的。然后你在武汉就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吧？我那时候等于刚入学的时候，有一本地女孩，她说喜欢我，然后我觉得也蛮有感觉的，然后她没有在我的身边当时。哦。我没在你身边，你就可以这样子吗？不，那她跟你提分手了吗，姑娘？她根本就不让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是那样发现的。我去进那个校园网里面去，我看见有个女孩在她每一条动态下面她都有评论，我就觉得很蹊跷啊，这是凭一个女孩的直觉，她不可能那么单纯啊，所以我就加了她。然后过了两天，我看到她那个备注写着最爱的人，你让我怎么想？我当时看见那个的时候，我简直脑子都是懵的。姑娘，你知道这事儿，你干嘛不跟她分手啊？因为她是我的初恋，她好了一段时间，她求着我。啊，他跟我哭着喊着说让我原谅他啊，说他只是因为空虚了，然后有人关心他啊，然后我也天真的相信了。第二回呢？到了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每次都是我主动去看他啊，他很少来主动去看过你啊。你很少好吗？你不要在这狡辩了行吗？然后吗？他那个时候说元旦说好了要来看我，我特别开心，但是他最后干嘛了？啊，我是答应要来看你的，而且放我鸽子，你不是因为正事，你是因为去跟别的女人约会，你知道吗？那天不是马上要元旦节？你对得起我吗？我一个人在宿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回家，我告诉她学校有事我回不了，我就想跟你过元旦，但是你呢？你跟别的女人在逛商场。不，这你怎么知道的？寒假的时候，我有个玩得好的朋友，都是高中同学，我们一块聚会。他一见着我就说，你跟那个小帅分手了没有，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你过元旦的时候在哪过的，各种问。我就觉得奇怪，你干嘛那样问，我就逼他，他绷不住了，他跟我说，他说他有一次逛商场的时候他们俩在一个城市。我不就那几天，他不不就那几天，你不要在这儿一直狡辩。他心情不好，我就那几天陪了一下他嘛。别人心情不好你就能陪他吗？如果不是我朋友看见了，你还会告诉我吗？你现在在这狡辩什么呢？我不看了，你每次前面你都原谅我了，我每次都原谅你，我就是傻子。现在我不会再原谅你了。不不不，但是那个时候你又做了一回傻子，对吧？对，我那个时候是很傻，我直接冲到他家楼下，我说你快下来，我冲到他喊，我说你元旦干嘛去了？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吗？他一见我这样发了疯似的吼叫，然后他有点胆怯了啊，他把我拽到附近，抓着我的手，一个劲的扇他，一个劲的哭，一个劲的喊着求我，然后原谅他，说他对不起我，说他做错了，
然后他还给我下跪了，那个时候。哦。我看着他挺有诚心的，我那个时候叫他，我说，你给那个女的打电话，告诉她你有女朋友，不要再跟她联系了。我那个时候是傻，我信了你，我以为你可以坚持下来跟我好，我以为你会痛改前非。大三的时候，他是对我挺好的，我们俩就天天联系、打电话、视频什么的。对，你认为浪子已经回头了哈？那个时候我对他特别好，每个月我省下钱来，我给他200多块钱，我打过去，我怕他吃不好。虽然说钱不多，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多吃一点，我心里就舒服一点。他在外面做主持，我给他买好衣服，我希望他体面一点在外面。后来呢？大三末的时候，那会儿老师跟我说我有一个保研的机会，然后我放弃了，因为我们俩说过毕了业之后要回家，回长沙。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然后结婚。我为了他，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怎么了？你后面做了什么？到了大四的时候，他快生日了嘛，我琢磨了很久很久，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我去看他，我很开心。然后我做，那一天来得太突然了。我来的突然，我就是为了给你惊喜我才突然啊。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你竟然那样说我，你有没有良心啊？被狗吃了吧。我不是那天后来向你坦白也承认了错误吗？我再也不想相信你了。那个时候他租的房子在外面，我给你惊喜，给你过生日，给你提着蛋糕大老远过来，我到了你那12月呀，我给你打电话，我听到的不是开心的声音，说让我不要上楼，让我在下面等着，等了很久你过来了。我以为你没有来啊。你是傻子吗？因为你只有那一次给我惊喜。然后呢？然后他过来了，然后一把把我拽到旁边一个附近的一个奶茶店里面坐下。他什么话都没说，他连解释都没有解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他什么话没说，我哭得撕心裂肺的，他没有安慰我。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我不想跟他再在一起。直到毕业，我回到了长沙，我电话号码都换了，挺好的，然后我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呢，又千方百计的去问我的朋友，问来我的号码，每天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无动于衷，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犯傻下去了。对。但是他又在我公司楼下等我。我看着你前面都原谅我了，所以我觉得我再也不会那样下去了。我觉得得向你做出最后的道歉，做出我的承诺。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讲什么我都不会再相信啊，因为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发现。不，姑娘，你不说骗你4次吗？我听你在讲了3次。对，我那个时候被他感动了，他跟我说的是我们结束异地恋了，他会跟我好好在一起，好好生活，好好结婚。我相信他了，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啊。父母也见了，他那个时候的确做得挺好的，我觉得他应该为我改变。要不是那一天我手机没电，我拿你手机打电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是在骗我。怎么了？突然弹出一个信息，上面写着老公你在干嘛，然后翻开一看，什么宝贝啊，我想你之类的短信，各种恶心。现在不都这样吗？网上买个，现在不都这样，你买个快递也很亲吗？不是，你买快递没有喊过老公吧？那我就找借口吧。因为我们做主持，有些可能，比如说女搭档，她喊个老公老婆的，这个也。她每次都会这样。抱歉啊，第一我没搭档，第二我一直搞不清楚，如果不是正式的夫妻关系，为什么要用老公老婆这件事儿？所以你们不用起哄，这是婚庆主持，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别把什么一说主持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干这事儿行吗？前面的我承认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对不住他，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的彼此都是见过爸妈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你骗了我还要更多的东西。我不想去揭穿你，我不想去查你，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对他其实还是真心的。我可能是人年轻，可能我不想相信你了。那你现在跟你那个女搭档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了？其实也就只是一个好朋友吧。不是，到底是暧昧还是好朋友？就是关系不错的那种，就无话不聊吧，反正。啊，你跟他现在还有话聊吗？我理他，他不理我。我想让他把前面的我们都把他忘掉，然后重新开始，让他在今天现场，包括各位老师们还有观众的面，能够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
明白了。我特别希望你把平时在他面前的那个就痛哭流涕承认错误给我们再现一下，看一看，我看你到底是什么本事可以这样。真的，我只学过主持，没有学过表演。但是你不是平时挺好的吗？我平时不是演的，我是真心的，老师。行吧，你们有更多的发问，你们发问吧，我跟他是无话可说了啊。一起走进丘比特问卷。小帅啊，你幸亏没去当火车司机，否则真完蛋了。小琴呢，真的蛮累的，防火防盗，还要防男朋友出轨。虽然你长得真的不像经常出轨的这么一个人呢。小琴，这里我真的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你自己生活费并不多，每个月还要拿出200多块钱去给自己的男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他。也就是说自己少吃一点，对，也要使他生活的舒服一点。对，结果舒服到了人家的轨道上去。还有为什么为了男朋友你要放弃保研？因为我跟他约好了，毕了业之后马上就回家，然后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一直坚信着这样一个承诺，我愿意为他做那一切。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我特别后悔。你真的很傻，小帅，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你会出轨四次？兄弟，你真的让我长见识。小琴，在这个场合，在这个平台，我真的不能说出话，但我只能和你说一句话：某某是改不了吃某某的，你懂的。听到你们俩的故事，特别生气。人有脸，树有皮。你刚才还在这边冠冕堂皇的说什么他给你惊喜，那我又不知道你提前来了啊，人家给你惊喜是错了吗？不是。然后你还可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已经承认错误了，承认错误有用吗？那杀人犯还承认错误呢，就可以给他免罪吗？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小晴了，不要利用女孩子对你的这种感情和她自己的善良，放了小晴，给她留一点点尊严，其实是在给你留一点点尊严，这是我要跟你说的话。然后我再跟小晴说一下，亭亭玉立的一个小姑娘，你找什么样的条件找不到呢？你到底喜欢她什么？能告诉我吗？有的时候初恋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吧，因为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单纯的喜欢她。可是我觉得一个单纯的感情然后维持了很久，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然后你知道吗，我听完你的话我特别心疼，这只是你单方面的单纯的感情，你的这种单纯和善良被他利用了，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醒一醒。没关系，6年没关系，你今年24岁还依然很年轻，你重新再来，也许你们之间有很多宝贵的回忆，有很多美好的难忘的东西，这都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页，你也不用去后悔怎么样，这就是你的经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再相信他的任何话，也不要再理他了。我送你8个字：珍惜生命，远离小帅。出轨者通常几种情况下会出轨？在你和对方的生活当中缺少了浪漫，平淡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正是因为对方纵容了你一次又一次，所以你有了侥幸心理，慢慢的呢就习惯性出轨了。女孩，这里头其实也有你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或者说纵容对方出轨是什么心态呢？第一，害怕面对失败。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这是我的初恋，谁说初恋就一定会结婚走到永远呢？还有跟他一样有侥幸心理，你说最后一次好，那我就相信你，万一你真是最后一次，但是事实证明他真不是最后一次。所以女孩，你要从内心自己去想问题，在任何事情上跌倒了没有关系，你不能在一个地儿连续跌4次，还要即将还要跌第5次，那你就真是傻了。刚才那一对出来之后我们已经差不多了，然后这一轮呢我倒是慢慢平静下来。为什么总会看见这样的
畸形的爱心？为什么总是有人数次背叛，总是有人有数次原谅？为什么每次都声色力刃，到了最后依然是相拥而回？为什么？我找出了原因。自魔不是只有一种的，有一种每一次悔改都是真心，真的是真心，但每一次背叛又都是实意。其实他每一次在犯错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但是他在每次悔改的时候是真心的，所以就容易造成你每一次原谅的时候都是憧憬的，但每一次伤心的时候又真的是心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女人总是因为某种不甘心而忽视了自己受到过的痛苦，那背叛的男人每次都因为得逞而忘记了背叛真正的罪恶，结果这件背叛这件事就成了件小事儿。人是这样的吗？第一次来一刀流了很多血，特害怕没死，第二次再出现更大的口子死不了，等到后无数次割一刀两刀三刀四刀就不是事儿了。所以说基于上面两种原因，你们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你每次看见他虔诚的悔改，你都会认为他这次是真心悔改。第二，我真的不甘心啊，都五年了六年了，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第三，应该是最后一次吧，一定有这样的原因。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们自动的唤醒自己，从恶性循环当中唤醒，既然我们的话也没有用，你还是得转出来。但是周围的人会看出你们之间的关系，父母看了这节目多多少少也会起些干预的作用，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帮你，不光帮你也帮你，好吧，就这样。其实女生在这儿，我觉得大概是很多女性会犯的一个错误，你发现之后继续再往下走是你自己最大的错。电视机前我相信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女生，我的初恋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你会发现那个会害死很多人。小帅，人有的时候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问问你的内心，你还爱他吗？你什么时候不再爱他了？这个爱被什么偷走了？为什么后来反复地犯错误，他一次一次地回来，你又一次一次地承认？那是一种习惯，习惯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他有时候推着你往前走，结局是错的。你真的是因为爱要跟他结婚吗？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这对年轻人自己，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虽然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只有我们对话的只有六十秒的时间，其实我心里有非常多的话想对他说。前面确实我有这么多次自己对不住他，但是今天也是我们在一起快六年的这样一个日子。俗话说爱情当中有七年之痒，但是其实我扪心问过自己，我还是爱他的，马上第七年就会要来到了。我们既然前面都能够过来，他也原谅过我，我确实前面承认自己做的不对，但是我想毕竟六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可能非常的短暂，但是对于两个人的感情来说确实十分漫长的，时间希望他能原谅我，谢谢。交换箱子吧。来，请关门，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相信这个男人会改吗？相信选赞成，不相信请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83.33%的观众朋友觉得这位男生不太可能改啊。今天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血压升高的经历了，下面你看到的景象如果再让你血压升高的话，那你还是相对的平静一些了，咱的身体很重要。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5 4 3 2 1。丝布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魅面膜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丝布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魅面膜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信开门。我突然间心里特别心酸。为什么？不知道。人生或者叫人性啊，太丰富了，它是一门大学问，因此我们在这儿共同来进行探讨。我们听老师的话，听观众朋友的话，听这些很有勇气的个案嘉宾的话，我们为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少犯错误。